我要睏啊！我咧欣赏，那这水我看十外年，看歹见啊！我咧欣赏，你尽量欣赏啊！我要睏啊！
想再见来伊一面咯，规暗无困，为美人。茫茫大江，苏州一江哦，眼望船顶波不停。难得那本领啊，一船做客，何事难成？我魂不出世，爬上啊船顶啊，眼看迄个台州巡夜卫兵哦，厝啊去恐怕那五丧性命啊，哈，何必无恙如此凄清。你什么名？我唔知我什么名，这边怪我，你知道？这边怪我老母。我老母哦，嫁足多安尼，啊才生我，但我唔知要生倒一个老爸生，我都唔知。啊，你不要硬问你老母。有啊，我从细汉就一直想要问我老母，想到我会晓讲话，要敢问我爸有啊，我老母死。我头一摆听来讲后生无名的。啊、你无名敢袂艰苦？足艰苦的，迄大家若咧甲我叫，我拢叫无名还少辈，听到足气的咧。客官，我看你安尼哦，风文秀书，大概八个来有十步啊高咧，你甲我号一个名好。啊，你号名？袂用的。啊，你号名，你爱老实甲我讲。好，你做你讲。恁老母翁嫁去几个？哦，歹算的，我算看卖吼。头一个嫁一个卖米的，来嫁一个做田的，嫁一个卖鱼的，嫁一个担柴的，嫁一个扛的，太多。哇哇哇！有够啊！安尼有够有够。唔安尼，唔安只安尼。免我讲落去，头一个叫做卖米的，哎，卖米的。第二个做田的，哎哎。那安尼你应该连爱姓米啊？哦，我姓米。名叫做田啊。啊，田啊。啊，叫米田江，这个名好听嘞。米田江。袂歹叫哦。最好听个好叫，是我做米田江。还好。免说多谢。啊，我唔知要安怎甲你报答无？免报答。你会唱歌无？唱歌哦，专门的咧。会唱歌，要无你唱一块歌给我听嘛？啊，你要听什么歌？啊，你会唱啥物？我逐项来会，看你是要听《花金莲》《思春》啦，《张生跳墙》啦，《面球》你靠多万，你都听十八毛啦。好好好好，念念遐济遐我拢无爱听。啊，无你爱听啥？要无我作词，你来唱。安尼够你哦，你要叫啥？安尼哦，我会晓，我即卖先开始唱哦。你赶紧唱，赶紧唱。啊哈哈。大船打听水中央，思思念念念。
用啊。念秋香，秋香一块大船仔烧，大船仔顶面一个水秋香。真好真好，我较大声，继续唱啊。好，大声。大船拍听哩最重要。大声嘞。较大声。特色念念念念啥？念秋香哦，秋香伫大船仔上哦，大船仔顶面一个水香哦。秋香哦，秋香。秋香啊，你的双手真是害人不浅啊！你这双手，你这表情里，双手表明含情思。秋香，秋香，我为你费尽梦心空虚。做个故事听，苍天不依，林风变，烟落对水也红莲。
害事，还是带一个迷信人要来求见。好，甲叫因入来。是。参见太师爷。免礼。多谢太师。这位是？禀太师爷，这个就是我的外甥啊啦，叫做空酸啦，啊，都可怜哦，自细汉爸母早死啦，啊，无厝通好安心，所以这摆讲知影太师你要收买朱仝，所以我今仔日吼特别带伊来，希望太师爷你会当想想。算啦，俺都紧去见太师爷。哦，空酸可见太师爷。果然生出眉清眼秀、举止端庄，正合我的心意。孔酸，来，紧起来，起来。谢太师。韩大娘，唔知影你外甥啊，要卖我偌济钱？哦，卖。50两啦。50两是，好，花瓶在。入去小房准备50两银，顺便写一张明信片，通好出来，予空酸签字哈。是。禀太师，50两银，甲明信片在此。韩大娘，请50两银，你家收起来，要迷信客的面顶，请空酸签一个字。好，你赶快签一个字吼。空酸啊，以后吼，你都爱好好奉待太师哦。我知影。我要来等他。太师爷，啊无，留心过时吼。孔酸，对即马起，你就是我华府的人。老夫想讲要来甲你换一个名，以后你就叫做华安。华安，好，多谢太师爷。华平，在。你带华安入去换衫裤，了后再带去后堂向老夫人叩头。遵命。之命，带一位新来的朱仝要来叩见夫人，去带的吧。是。Thank you.